小胖哥，你怎么了？我不冷，你先喝一杯小酒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小胖哥，什么时候过来了？怎么过来？我开车连夜赶过来的，刚刚到。哦。小胖哥本来过来要到酒店休息的，是我叫上来了，让他帮忙协调一下。好多人过来开视频嘛。对。我怕一个人搞不定。他也说，哎，这么漂亮。哎，小胖哥，嗯，哎，要不去爷爷屋里睡会儿吧？哎呀，这两天确实是有点累了。嗯，走吧走吧，去爷爷屋里睡。那要不然我先去歇一会儿。啊，累了，嗯，啊。老弟啊，嗯，先到爷爷的房间休息一下哈。啊，好好好。哎，小邓哥，哎，你来一下，我跟你说点事情。哦，好。怎么，小胖哥？这样，小邓哥，嗯，我看你爷爷那个床啊，床垫太软，肯定睡觉不舒服，特别累的。我想给爷爷换张新床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小胖哥，就是你来是客人，原来是客，这东西我们以后弄就好了。他们房子盖好了，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到时候我送就好了。不是这个床啊，天天睡觉，你爷爷睡不舒服，他特别累，哎，晚上休息不好，白天没有精神。这样，我不熟悉地方。带我到镇上看看，哎，算了算了，太麻烦太麻烦，来来来，后面我们买就行了。你来的是客人，别客气，自己来就看。哎呦，好家伙，还有床垫吗？哎，挺重的，来来，慢点慢点。哎，这么大个洗衣机啊？这本来是我那时候说了，我说给等新房盖好了给送个洗衣机的，这小胖哥抢了，我就服了。哎，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，感我替黑弟谢谢你。好好好，走。直接放进去吧，来放那边。放这儿吧。嗯。这个垫子挺重的。垫子好。来，立起来，来，好嘞。哎呀，爷爷以后睡这个大床垫舒服。哎呀，这个是给豆豆哥哥以后写作业用的书桌，等你长大了，叔叔也给你准备一个，好不好？嗯，还有专门给菲儿准备的玩具。这样，你看这个。哎，醒醒了，还有呢，菲儿，喜欢哪一个？这个还是这个？这个啊？哎，叔叔也喜欢这个，怎么办？好，这个给菲儿，菲儿乖乖的听话，好不好？哎，菲儿，这个长得好像你。这个是什么？喜羊羊哈，好漂亮的哈。哎，我是大熊，来，我想亲一下菲儿，可不可以啊？来亲亲，啊亲亲。来自哪边带东西？都是给豆豆和菲儿买的，没花多少钱。对了，菲力，我还专门给那个姐姐和小刘他们准备了一些小家电，还有锅碗瓢盆，都是以后过日子用得上的东西，一会儿给他们送过去，好不好？哦，好，非常感谢你啊。都是朋友，不要这么客气，好吗？哦，好。来，爷爷，看看，给您新换的床，喜不喜欢？这个床，这个床，睡觉舒服。妈妈，妈妈。啊。喜欢，爷爷给你比大拇指，说喜欢这个好，应该的。爷爷给你换这个床，你要睡得很舒服。爷爷高兴了，爷爷喜欢就好。妈妈，妈妈啊，喜欢，喜欢就好。这个床软硬刚刚合适。爷爷不用客气，爷爷不用客气。那个床太软了，以后睡这个就好了，好不好，爷爷？
您坐。好嘞。哎呀，非得你看看，搞这么多好吃的，我最爱吃肉了。来来来，大家都坐。哎，好 ，thank you。我很累，谢谢。咱得更热。快一会儿。这个米特别好吃，菲力，嗯，甜甜的，特别好吃。菲力，这是不是你种那个米啊？是的，就是菲力和老李还有爷爷一起种的。哦，这怎么那么好吃？又香又甜的。难怪啊，这个米好吃。嗯，好吃，不就菜都可以吃三碗。你们这都吃了三碗，这不就长得比我漂亮？哈哈哈哈哈！我尽量，我尽量坚持每顿都吃三大碗。刚刚菲利问他姐姐是你比较母猪力还是小刘母猪力，他说你比较母猪力。有点多。那你们都吃肉肉你都吃肉肉你都吃肉肉你都吃肉肉。喜欢吃肉肉。菲利，在你们老家会不会做这个腊肠？不会，我们家全部做了，都是吃鲜肉的啊。这个腊肠也很好吃啊。腊肠，坦桑尼亚腊肠面。这样，菲利，这边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这边基本上没啥了吧？前两天老李跟菲利他们都忙得差不多了。哦，这边都忙得差不多了。对，那这样，那个小邓哥、菲利，一会儿我们先过去小刘家那边看看，给人家道个喜吧。啊，好的。行，没问题。那你们先下去吧，我留在这儿再照顾一下。好，我稍微晚一点下午。好嘞，小邓哥。那我跟你一起吧，你不知道地方。行，让老李带我过去。行，好吧，那你先去。好嘞。好嘞。先过去，小邓哥、菲利，我们先过去了哈。开车慢点，下去吧。好嘞。结婚的大喜的日子必须得配上大红花，这样喜庆哈。哎，这样，哎，漂亮啊！这个是花生的小胖哥。心意哈，那个表示一下，祝贺我们的新婚，新婚大喜，新婚大喜，应该一点心意，阿姨，这个交给你，谢谢，你太贵重了，应该，你拿那么多电器了，你还付这么大的红包，真的太可，明天还得喝喜酒呢，来喝喜酒，欢迎，主要是我们也得沾着喜气，对吧？恭喜恭喜。小胖哥，感谢你的到来。正好到饭店一起吃点。这样，我刚才弟弟应该刚吃完，那个就不用了，哎，饿了，你看你肚子都小了。太客气了，感谢感谢啊。没事。哎呀，叨扰叨扰叨扰。没事。